朗朗学英语，大声说出来。朗朗学英语 A 模式的听说练习，试看英文单字来练习听与说。我先来示范一次，点选每一关的 A 模式，任意点选每一个英文单字，就能听到发音与看到单字的中文。Head, hair, eye, face。每一关都有16个英文单字，左边页面有8个，点选右边的页面也会出现8个英文单字。Hand, neck, body, heart。进行 A 模式的听说练习，可以加强孩子对单字听说的精熟度。Head, head, hair, hair, face, face, eye.Eye. Neck. Neck. Body. Body. Hand. Head. Heart. Heart.